月二十四号是什么星座呢？桃子来告诉你，二月二十四号是双鱼座，他们总是会牺牲自己心中的想法，去满足自己的父母和伴侣的期待。同样的，他们也会要求别人做出牺牲，特别是他们的伴侣。久而久之，牺牲就会变成某种生命的意义，也就是牺牲小我这样的信念变成了他们的人生观。如果用这样的人生观来从事公益事业，那就是再恰当不过的了。出生于二月二十四号的人愿意牺牲小我去成就大我，这样的牺牲有可能是出于自愿，当然也可能是出于他们无可救药的责任感。在他们看来，如果牺牲了自己的想法可以让别人获得快乐，那对他们而言也是一种快乐。